大家好，这是肖肖的脑，然后昨天不是都忘，这种穿上已经住了夜吗？其他的没有啥，就是感觉有点亮。今天早上起来做了核酸，然后今天早上有一个关于山东的小游戏，想一打都在，都在给我管。一起感受到你的热情，那我再问一次。的游戏，并且把我们青蛙视频非常放到我们的现场，大家确实有点像，你也用椅了。不找了，不找了。后天这么多人，你穿个泳衣，相当于叫人家出来看你。一群人在围观。现在在这都蹦到水里了。开始了，那么现在邀请我现在正在坐在这儿洗热，因为里边太冷了，我都在睡一觉，洗完太冷了。非常好，在这儿太冷了。看着我欠点水。但是我觉得这么热的天，其他配上我们非常。不讲了，我的酒店都盖不住。那天我会不会游泳都不需要我游泳了。里边有深的，这是浅的。在小花间吗？今天热都给里边躺了。我们现场的话，你假装穿着不游来走一圈，你好歹也买了。光给你在路上走了都够险的，我天哪！从十一楼到十四楼这一段路。哦，对啊，他们来游泳的话都是穿着泳衣。穿着过来的，皮着这个这样。哦，你没买浴巾。带泳，穿到房间里带的泳。要不你跟你妈假装穿着溜一圈儿，乡野上下的海陆空终极之战，那么接下来就用你们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三位乡野大作战的发起人，他们分别是拓展西瓜的销路的我的农村365，邀请啊来，这个是关于山东的，然后离我站得近一点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要邀请到我们三位海陆空终极大作战的发起人来做一个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见过什么海鲜啊，或者是什么海洋生物是我们没有见过？那么接下来呢，我要问一下我们这个行男行走乡村，我还很谦让，随机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家乡的乡亲们也开始家家访，你瞎编的啥呀？啊，有很多。俺爸这么好凑热闹的人，居然没有过来，他俩是不是没有找到路迷路了？我得去给大家拎过来，一定要叫俺爸上场参加一下。我刚才一直很期待俺爸上场，没有想到俺爸居然没有来。太可惜了，刚才有一个特别像俺爸人，我都可兴奋，想谢我了，一看不对，妈都叫出来爸爸了，对，把俺妈叫回来。这种游戏少了俺爸。